现在我们进入第八十课的句型精讲 k i s Structures <chapters>。<S 我们之前呢学了很多课文呢，主要在学习如何讲故事，How to tell a good story。而这一篇文章学习的重点是什么呢？如何阐述观点，How to make a point？那我想问问大家，一个观点如何让别人信服呢？哎，对了，关键是要有证据，英文中啊叫做 Evidence。 If you want to make your points convincing, you need to show evidence。而这篇课文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我们先来解析一下它的全文结构。这篇文章采用的呢，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金字塔结构 （pyramid structure）。文章一开头呢，就亮出了观点和结论，然后呢，再给出事实证明，先讲道理，再摆事实。所以这篇文章呢，是一篇小型的议论文。它的论点在哪呢？对了，就是文章的首句。 开门见山给出了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Experiments have proved that children can be instructed in swimming at a very early age。一开头就说实验证明孩子们能够在很小的时候啊就接受游泳的训练。我们知道观点和结论，这是一篇议论文当中最重要的信息，所以把这个信息放在文章的最开头，然后再展示论据进行论证。 这体现了什么思维方式呢？对了，又是先判断后细节。此外呢，这句话呢，我们还可以学到一个句型：experiment have proved that 实验证明。后面呢，加上结论，这就是一个表达观点、表达结论的重要句型。给出论点之后呢，下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摆事实来证明这个重要的论点。那我想问大家：What are the facts？ that support the conclusion mentioned in the first sentence. 诶,总共呢, first of all, children are able to hold their breath underwater before they can walk. 在水里啊, in addition, two-month-old babies Soon, get used to swimming, and can even pick up weights from the bottom of a swimming pool. 哎, Finally, underwater tricycle race shows the great potential of these young swimmers. 最后呢，课文提到了水下三轮车比赛 （Underwater Tricycle Race） 这个比赛呢，展示了儿童在游泳方面的巨大潜力。注意，Great potential 就是巨大的潜力、潜能。好，三个论据说完之后呢，文章在最后做了一个点评：A comment is made at the end of the passage. We will wait and see whether they will become future Olympic champions. 我们要拭目以待，是否呢？这些孩子们能成为未来的奥运冠军？所以全文的结构呢，非常的清晰，先摆论点，再上论据，最后呢给出点评。哎，如果你了解了文章结构之后呢，你的背诵和转述效率就会大大提升。好，下面呢，我们重点来练习一下表达结论和观点的句型。这些句型呢，在大家做演讲和报告，以及呢在各类考试的作文当中啊，都非常的实用。 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最常用的句型。第一个句型表达实验证明，Experiments have proved that。这就是这一课的首句使用的句型，后面跟上的是一个 conclusion，也就是一个结论。好，咱们来造个句子。实验证明，人们倾向于记住那些能够支持自己已有观念的信息。最倾向于在英文里啊，可以说 tend to do something。 已经存在的观念，我们可以说 existing beliefs。好，这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experiments have proved that people tend to remember information that supports their existing beliefs。这个结论呢，就是心理学上的一种现象，叫做确认偏误 （confirmation bias）。注意，bias 就是偏见、偏误的意思。 所谓的 confirmation bias 就是说，我们常常会选择性的去记忆那些支持我们原有观点的证据。比如说，你认为啊左撇子特别聪明，于是呢，在你身边或新闻上，你如果看到有些人是左撇子，同时又特别聪明，那么这些例子呢，你就特别愿意记住；而对一些反例呢，你就会选择性的忽略。这就是典型的确认偏误 （confirmation bias）。说的通俗一点呢，也就是在生活当中呢。 人们都倾向于去听自己喜欢听的话，这样呢就造成了自己认知上的一种偏差。所以呢，我们老祖宗说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表达观点和结论的句型。Numerous studies show that 后面呢跟上一个结论，它表示诸多研究显示。这里呢有一个词叫 numerous，表示非常多的，其实呢就相当于口语中说的 many。 只不过呢，这个单词啊是一个特别正式的书面化的表达，所以同学们呢通常可以把它用在你的演讲以及作文当中。好，我们一起来背诵一下，numerous，numerous。好，咱们来造句子。诸多研究显示，把注意力放在开心的事上，会让你变成一个更快乐的人。Numerous studies show that focusing on happy things makes you a happier person. 注意这里的 focus on 就表示啊，把注意力放在什么地方，或者说聚焦于某处。咱们生活当中啊，都有开心的事儿和不开心的事儿。那么你快不快乐呢？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你把焦点放在什么地方。好，我们再来学习第三个句型。如果你的结论呢是来自于一项调查，那么我们可以说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后面呢跟上一个结论。好，造个句子。 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超过七成的中国网民在网上购物。哎，网民怎么说呢？可以说 netizens。注意，netizen 这个单词呢，来自于 internet 加上 citizen，也就是互联网加上公民，合起来呢就是 netizen。好，那么网上购物怎么说呢？很简单，叫 shop online。好，这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over seventy percent of Chinese n i t i z e n s shop online. <S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表达结论的句型。如果你的结论呢来自于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那么你可以说 There is ample evidence that 后面呢跟上一个结论。这里呢有个比较难的词叫 ample，它表示充足的。好，我们也来造个句子。 大量的事实证明，地球在不断变暖，而人类的活动要负主要的责任。哎，人类活动怎么表达呢？对了，human activity。谁要负主要的责任？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句型：someone or something is to blame。注意，blame 这个词呢，原意表示责备的意思。如果要责备某个人或某个东西的话，哎，那也就是说啊，他要负主要责任。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说：There is ample evidence。 That the Earth is getting warmer and human activity is largely to blame。好，总结一下，刚才呢我们学到了四个表示结论和观点的句型。如果结论是来自于实验，我们可以说 Experiments have proved that。如果你的结论呢来自于很多的研究，我们可以说 Numerous studies show that。如果你的观点呢来自于最近的一项调查，可以说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当你有很多的证据来说明一个观点的时候，你可以说 There's ample evidence that。以上的句型，大家如果能够用的滚瓜烂熟的话，那么你在演讲和写作中呢，就能轻松自如地去阐述一个观点或结论。好，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课文当中来学习另外一个精彩句子。文章中提到，两个月大的孩子呢，对于水呢，并没有抗拒，而令人更加惊奇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课文的描述。 It is not long before they are so accustomed to swimming that they can pick up weights from the floor of the pool。请大家留意这句话当中的逻辑哈。It is not long before，我请问大家这里的 before 表达了什么含义呢？这个知识点呢，我们在第五十七课的句型精讲中就跟大家分享过。如果两件事先后发生，before 之前的事呢持续时间不长，那么 before 呢就表示就。 反过来，如果 before 之前发生的事儿持续时间比较长，那么 before 就表示才。那我们来看这句话当中，it is not long before something happens。这里的 before 什么含义呢？注意它的前面是 it is not long，时间不长，因此呢，before 表示就。it is not long before something happens，就表示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什么。哎，如果要表达说。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发生一件事儿，那怎么表达呢？对了，你可以说 It will be a long time before something happens。好，咱们来做一些场景造句练习。第一个场景，有一次呢，你和朋友们在野外旅行，出发不久呢，你们的车就抛锚了。你要表达没过多久我们就遇上了麻烦，用英文怎么说呢？It was not long before we got into trouble。请注意一下时态。 这句话呢描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儿，所以呢前面用的是过去时。It was not long。另外呢，我们复习一个表达，get into trouble 就是陷入麻烦之中。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场景。随着技术的进步，太空旅行的费用不断降低，而安全性呢会不断提高。我们来表达这样一句话：用不了多久，普通人呢就能进行太空旅行。好，用英文怎么说呢？注意这里呢表达的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测。 所以呢，我们要用将来时。It will not be long before ordinary people can travel in space。哎，那么如何表达下面这句话呢？但是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类才有可能在其他行星上生活。注意这里呢，表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才怎么样？我们应该用什么句型呢？对了，It will be a long time before human beings can live。 On other planets，注意“才”和“就”这是我们经常要表达的两个重要逻辑，而 “before” 这个词呢，既可以表示“才”，又可以表示“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连词，所以大家必须要灵活的使用哦。好，下面呢，我们再次回到课文的刚才那句话，里面呢还有一个重要表达，叫做 “be accustomed to doing something”，意思是习惯做某事儿。 注意了，这里的 to 呢，它是一个介词，所以后面呢必须跟上一个名词或者动名词形式。每个人对环境呢都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当你逐渐适应了，或者说习惯了一件事儿，我们就可以用 be accustomed to something or doing something 这个表达。比如说，你有个朋友叫 Michael，他习惯了早起。哎，我们用英文该怎么说呢？对了，Michael is accustomed to getting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所以在口语中呢，我们还会用一个更加简单的表达来表示习惯了什么，就是 be used to doing something。所以这句话呢，我们也可以说 Michael is used to getting up early in the morning。好，我们再来造个句子。你有个朋友呢叫 Nancy，哎，他一直啊一个人生活，而他呢早已习惯了或者说适应了独处。用英文呢，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表达：Nancy has been accustomed to being alone。 注意，最后面不是 to be alone，而是 to being alone，因为这里的 to 它是一个介词。你也可以说 Nancy has been used to being alone。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咱们要强调习惯的过程的话，那么就需要把 be 动词呢换成表示变化的动词，比如说 become 或者说 get。如果你的朋友 Nancy 呢被调到了一个特别偏远的地方工作，他必须要一个人生活。 但是呢，他很快就习惯了独处。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Nancy quickly got accustomed to being alone。We can also say Nancy quickly got used to being alone。好，小结一下：当你要表达习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be accustomed to something or doing something。这里的 accustomed 也可以换成 used。如果咱们要强调习惯一件事儿的过程， 那我们就可以说 get accustomed to something or doing something，或者说 become accustomed to something or doing something。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是课文结尾处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句子。在陈述完几个展示儿童游泳天赋的事实之后呢，作者在篇末做出了这样的评价：Whether they will ever become future Olympic champions, only time will tell。大家留意一下这句话的语序。 它的主谓宾在哪呢？哎，主语是 time，谓语是 will tell，而宾语呢是一个句子：whether they will ever become future Olympic champions。哎，我请问大家，如果按照正常的英文语序，应该如何表达呢？对了，应该这样说：Only time will tell whether they will ever become future Olympic champions。只有时间能做出判断，他们是否能成为未来的奥运冠军。 那么为什么这一句话当中把宾语调到了前面呢？这是不是一个语法错误呢？其实啊，这是一种特殊的宾语大漂移的现象。本来在谓语后面的宾语呢，漂移到了主语的前面，在语法上呢，叫做宾语的前置 （preposing）。这种语法名词呢，大家不用记，我们关键要理解，哎，为什么要把宾语前置呢？它背后的思维是什么呢？其实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突出宾语所要表达的内容和信息，在英文里呢，贯穿始终的一种思维就是先判断后细节。哎，也就是说呢，英语中在信息的排布上啊是先主后次。因此呢，如果宾语的内容很重要，要被突出强调的时候，就会把宾语给提前。好，我们来听一下下面这句话：Exactly when the first people arrived in what we now know as California. No one really knows。哎，这句话在讲什么呢？第一批人类是如何抵达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加利福尼亚州？没有人真正知道。这句话的正常语序应该怎么说呢？对了，No one really knows exactly when the first people arrived in what we now know as California。而这句话呢，为了强调宾语的内容，把 when 所引导的宾语从句呢，提到了最前面。 好，我们再来看一段对话。一位父亲在教育孩子，他提醒自己的孩子不要马虎大意，并且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教训。父亲语重心长的对孩子说：“这个重要的教训，我希望你能够铭记在心。”这句话用英文怎么表达呢？用正常的语序呢？我们应该这样说：“I hope you will keep this important lesson in mind。”如果父亲要强调说这个重要的教训的话。 那么就可以把宾语给提前。This important lesson, I hope you will keep in mind. 如果孩子回答说：“您告诉我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用英文该怎么表达呢？如果按照正常语序呢，应该这样说：“I will never forget what you have told me.” 如果要强调不会忘记的对象就是“您告诉我的话”，那么同样可以把宾语给前置。所以孩子呢，还可以这样回答：“What you have told me.” I will never forget。这种特殊的拼语前置呢，其实，在口语当中啊，也不少见。那比如说，一个老外要说：“我不大喜欢吃辣的东西，但是呢，哎呀，辣子鱼我特别喜欢。”可能会这样说：“I don't eat much spicy food，but spicy fish I really like。”注意后半句正常的语序呢，应该是说：“I really like spicy fish。”但是如果他特意要强调辣子鱼是个例外。 那么就可以把它提到前面来。再比如说，有一次你和朋友在野外徒步的时候呢，在森林里迷路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大家呢都看着你，希望你呢能给出答案。但是呢，你其实也很迷茫，你要表达说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如果这句话用英文的正常语序来表达呢，应该是这样的：I don't quite know what we should do next。但是如果你要强调我不明白的对象，也就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哎，你可以说。 What we should do next, I don't quite know。当然，大家要注意，只有在你要强调宾语的时候，才会用这种特殊的宾语前置的语序。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呢，中文当中啊，也有这种宾语前置的现象。比如说，辣子鱼我特别喜欢。按中文的正常语序呢，应该说，我特别喜欢辣子鱼。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 按照正常的汉语的语序呢，应该说，哎，我也不大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不仅仅是现代汉语，在古汉语当中呢，也有很多宾语前置的现象。比如“唯命是听”，哎，命是听的宾语；“唯利是图”，利是图的宾语。命和利这两个宾语呢，都被放在了谓语的前面。所以，把宾语前置来表示强调，哎，无论在中文当中还是英文里啊，都是存在的。在这点上呢，中英文是相通的。 所以很多正常的语序呢会被打破。有些同学学到这儿呢，会发现语法好像很多的规律都可以打破，都有例外。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学语法呢？作为我们最后一期句型精讲，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体会和建议。我从课程的一开始啊，就强调说，哎，语法的学习呢，更主要的学的是背后的思维。语言是什么呢？并不是词汇加语法的符号，那只是表象。 而是一套人类用来表达逻辑和情感的工具。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哎，不同的语言当中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因为人类的逻辑和情感呢有相通之处。明白了这一点呢，你也会认识到，人类的表述方式呢，也可能会随着情感、逻辑这些因素的变化，以及对于效率的追求而发生一些改变。所以呢，语言是在不断的发展当中，语法句式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呢，没有完美的语法，只有不断发展的情感和逻辑。因此，对于我们学习者来说，我们不可不学语法，但是呢，又不可过于依赖语法。我们更要学习的是藏在语法背后的人类的情感、思维和沟通的逻辑。希望对你的学习有启发。那么这课的句型精讲呢，我们就聊到这儿。